号，三号卡的二号，三号，第几号？三号，二号呢？哎呀，感觉轻松了好多呀！夏天应该没Yeah!
西。哎呀，老东西。来，咱们的人都过来了，哎，人干嘛了？这边是苗族苗寨啊，在这里呢，简单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苗族的来历。苗族到南海岛的时间不长，只有400多年，明朝万历年间。哪个？蜘蛛，蜘蛛，我们带你来看一下。哎，那你好，对，我一点。好，我们往这边走。哎，真是。能不能要先了吃我们的新鲜米糕？那个你们那边不也是有苗族吗？湘西吗？湖南湘西那边苗族，宋祖英是苗族人吧？对吧？那我这个苗族的话，那是从广西啊。买回去。苗族地方都以前的用土用药都比较厉害，苗药、苗毒、苗土、蛊术、下蛊、蛊惑人心。我睡觉，我喝酒不醉。啊，那我们之前看到那个市场里面苗族人自己采的一些草药，海南岛那边是因为气候环境比较潮湿，所以这边这药材基本上都是除湿的、风湿用的。对啦。哎，这些都是以前泡的一些药酒、蛇酒，这种是外用的。不能直接喝。好，来，咱们往这边走。来，你啥也没看见了？师傅。你们到阿婆的，你们是阿婆的。这个是哪里最多？我的不多。那个猪就变态了。所以呢，现在的话呢，我们不拿这个蜘蛛直接吃了啊。来，往这边下来，人比较多，台阶比较多，注意安全啊。哇，牛头！你看看，这什么牛头啊？对，它这是白色的，那个白色黄色的。他们去那个哪儿？柬埔寨。这边的话呢，我们下来看到很多牛头，苗族挂很多牛头是什么意思，知道吧？以前有什么意思呢？有什么说法？苗族才挂牛头，你怎么挂牛头？挂牛头呢是苗族的一个苗族把牛这是当神经的。对对对对啊，自家门口包括寨子入口都会挂很多牛头，这是苗家的习俗。上面那个刀看到吗？就是以前苗族有一个习俗叫做上刀山下火海，这是一个祭祀表演，以前都会有这个爬刀山下火海啊，有这种习俗的啊。来，往这边走吧。有些姑娘手脚冰冷的，咽气不调的，甚至偏头疼、头晕的，都是湿气严重引起的。男人啊，虚汗或者酒精高、胆固醇的，甚至三高的。下面这一块的话呢，就是看到了一些苗族的一些吊脚龙。好，我们的人往这边下来啊，旁边这里有卫生间，阿哥你们看一下有没有人要去卫生间的。有没有去卫生间的？要去的。
好人肯定不会去。好人不会去了。好人不会。Thank you.
这个。Hello. Hello.用这个药的话，就是不能吃白萝卜跟紫笋。哦，就是吃6个小时内不能去吃白萝卜和紫笋。耶，就当天。Hello， Hi Ukraine。行，当天就别吃了。对，白萝卜和竹笋。对，两个菜就是6个小时内不要吃。还有就是不要去治疗。带你走楼梯，滚到滑膜炎、发炎而受伤，风湿关节炎的朋友可以去用。我们团队当中，就说你们哪位有阿弟所的这些症状的，你们想体验的，你就坐在营位上举手，跟阿弟讲就可以了。阿弟的干位会下期免费给你们去体验、去感受啊、哦。哪位想体验的，就举手，就是用过吧，不要浪费它哦。怎么又想要的就举手啊！大家仔细看一下啊。那么回到家以后，你们首先要准备一张这个，这个是冰箱里面那个保鲜袋，拿来剪角，不要浪费啊。为什么要用它？因为这个药材里面除了蜂毒，里面有酒跟中药。它是没有专门的，是一本啊，是那个米子，有一本，就是他们会做而已。剪角没问吧？应该来闽南吧？是中国的。好吧，我再来。啊，对对对。